뮤트니까 안 돼 좀 해줄게요. 21岁的女粉丝为了去看韩团 VIX 的粉丝见面会，特地到发廊整理发型。工作人员用眼罩遮住她的眼睛，没想到。 마지막으로 머리 언제 감으셨어요? 저 어제 밤이요. 3일 된 줄 알았어요. 아니에요. 洗头洗到一半时 ，VIX 成员 Ravi 趁机上场代打，亲自为女粉丝服务，还帮忙按摩、涂护发。 韩国网络媒体推出的明星粉丝互动单元影片，最新短片找来成员 Ravi 送上惊喜，让女粉丝一张开眼，整个吓坏，反应超害羞。捂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 ，Ravi 最后帮女粉丝抹上护发霜，温柔的看着对方，让粉丝整个害羞到脸红。互动影片曝光后，也让大批网友直呼真的好羡慕啊！而另一位韩国女歌手 IU 最近在演唱会结束后，因为嗓子疼痛的关系，要保镖向粉丝喊话，可爱互动也引起讨论。 轻碰保镖手臂，接着靠在他耳边说话 ，IU 打扮休闲，准备离开场馆。有趣的是 ，IU 跟保镖说了一段话，让对方笑笑伸手推了他一下，让网友们看了直呼好可爱。保镖代为传话的模样，一旁的 IU 也发出爽朗笑声，不断挥手向粉丝道别，再次收服粉丝心。TVBS 新闻张丽玲、刘以清台北报道。 保镖的右手吗？嗯，小心你的右手，我只能说你右手要小心了，真的。他左手，我不管，反正我让你只剩下一只手。没关系啊，你可以推 IU， 不是，以后你可以转行，就当 IU 的保镖，他就可以很亲密在你耳朵这样。那我还这样，这样上。好了。